常见七哈，他说O 点跟正方形 ABC 柱的两边 AB 跟 A 柱相切，所以其实你看一下右上角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说，其实这里朱一线段，哦，虽然我们只看一句话了哈，但是我要想要强调说，朱一线段跟这一条线段，这两条会怎样？是不是一样长？如果你要看另外一边，这一条跟这一条也怎样？Yeah. 一样长，好，但有没有考到它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我们先往下看。他说，朱一跟圆 O 相切于一点，那圆 O 的半径叫做五，半径是五，那 AB 叫做十一。好，这里可以知道是十一了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形？所以我知道 A 柱也叫做十一。OK，好，那朱一的长度是多少？102年的机车题。这题其实考倒蛮多人的啦，因为你会觉得说，哇，你要从哪边去出发啊？可是 我们如果从这里去画，你回答我这里的长度哦，这条多长？半径五，这条多长？五，好，可是第二条是多的，我第一条就够了。你知道它叫做五。所以它其实也叫做什么？这里也叫做五，因为如果硬要讲的话，反正它确定是一个什么形？正方形嘛。所以这里是五，那所以这里是多少？六嘛。注意嘞，不，注意五，注意，你让我很不顺哦。对呀，注意等于多少？对呀，六，就这样子。